非常感慨。我今天早上在想这些问题，你说要帮一个人啊，这个让他明理啊，让他这个转化负能量，然后转化一些事情，然后转化身体啊，循循善诱，然后做一些转变。那的确在我们超级生命码里面，很多人这样都有经验了，对不对？栩栩如生的例子历历在目啊。但是怎么从鬼门关出来以后都那么不惜福不惜缘，我就搞不懂了。这是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懂。是不是得来太容易了？我正在想这件事情。是不是得来太容易了？所以比较感慨啊，语重心长。人世间呢，谁也不知道下一秒钟什么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没有好好把握这一秒，那到下一秒真的有事情，这个负能量来找的时候，你没有 ready， 那谁能帮你呢？好，所以还是那句老话，什么话？是不是啊？每一天的生活24小时，你要学会什么？觉察。是不是？你说要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那太超然了，没几个人能做到。但你先觉察好你自己，应该可以吧？是不是？今天早上起来，突然咳个两声，你就知道可能衣服穿少了，要保暖了，对不对？突然觉得，哎呦，今天这个膝盖好像走起来不太顺。昨天晚上可能打被子了，明天不要再犯了，保护自己嘛，是不是？以此类推，你在生活生命的每分每秒里，你都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啊，去给自己在精进成长中，这个等于是你的一道绝活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觉察。出了中间什么样的不对劲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啊，就叫什么？这个当局者迷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了避免当局者迷，所以要有觉察的功。那这个功，平常要自己练。你平常有练的人举手。觉察。都没练啊？老师没讲吧？我没讲，你也可以练啊，是不是？练了，知道了，不用练了，就觉得有些时候还是自己的那个什么有点不对，然后就会调整。调整。对。嗯。其他人还没练呢，明天开始练了。啊，不用，等一下就出去练了。等下觉察看外面冷不冷，多加件衣服，是吧？你要有这样的机制，你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，你也会觉察到你的修行路是进步了还是退步。那一天有人跟我说，他说他在做心法的时候，他说刹那间他感受到这种天地的爱，他感受到这种天地的真理，他感受到这些真理要去教育好人们的必要，他感受到太阳圣德苦口婆心的在教育着有缘人的苦心，所以他刹那间也觉得自己也要像太阳圣德一样，要来分忧解劳。这就是修行人慢慢在进步啊，对不对？就因为可能觉察吧，刹那间一觉察以后，我们也来分点力，是不是？这个需要的。你的修行路才会开始往上，对不对？一步又一步的上去嘛。所以这个功夫啊，你有同样是24小时，修行人都是24小时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这样的功夫，你做很多事情，你的进步速度就会相对的等比级数的提升，对不对？然后人家会说：“哎呦，怎么进步这么快？”那是因为你用心。用心用什么心呢？
就是这些诸如此类很多小细节一些方法派上用场，那也叫做我们前面讲的实修，对不对？这实修的一种嘛，对吧？当你觉察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你的修行路里面有很多的课题等待着你一刻一刻的进行。